乡，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先讲人所提供的节目，在新闻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今日是正月初二啦吼，啊，梅香在家祝福咱的好朋友。人讲回娘家，那母娘的地方也就是娘家，母女的所在嘛是回娘家。啊，咱若等于咱兜呢吼，等于母啊吼，阿爸啥都较说说的啦吼。囡仔大孙细孙呢，出来画一个恭喜，拜一个年，收一个红包啦吼。啊，过来就讲吼，啊，咱去娘家，等于呢吃一顿啊，圆满啦吼。那咱就是吼，我要回到母娘的家。来分享喜气啊齁。为什么？因为咱齁九曜星君齁非常光明啊齁。而且呢齁咱呢入来到慈天必胜宫，咱呢刚刚齁一片祥和啊齁。非常温馨啊齁。咱呢这里齁咱讲茶叶蛋开印，大家大小孩囡仔拢食个足欢喜。茶叶蛋摕来齁去过七星桥，过七星会。大家呢吼啊，讲好运来，歹运去啦吼。咱新的一年已经总结了啊，咱讲旧年啦吼，无顺利已经总结，新的一年又新的开始。咱今嘛呢，大家嘛要不输在起跑点上，希望安怎？希望较好的拢揽伫咱的身躯啦吼。啊，所以咱讲啊，咱讲九曜星君点灯祈福啦吼，啊是讲保一个运啦吼，甲咱的四大人保运啦吼，甲咱的囡仔啦吼，做一寡吼开运的工课，和咱的囡仔今年呢吼，金猪年呢，会当金猪报喜，好运连连呐。过来就讲吼，大家八路进步，四方来财啦，吼花迎富贵，珠宝平安呐，东风入户，喜气盈门，啊，咱讲门迎百福。福立千祥，然后啊，这就是咧讲，就讲五福百泰，万洞村，千载万宝遍地金呐。伫这呢，祝福咱所有的道亲好朋友，人讲一门天数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九天日月开心季，万里星瓜乐太平，三阳日照平安体，五福车临富贵家啦吼。伫这呢，祝福大家。啊，咱讲金珠连行大运呐吼，万事亨通呐吼，万事亨通，不如进宅了吼。大家好，我是张明仁，来应景的吼，万事如意了吼。我是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恁大家大赚钱，每日是笑眯眯。在笑眯眯，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岁岁平安，万事如意，财源广进，行行都顺利。祝福有情人加点你，万行都称心如意。称心如意，新春好假期，恩爱地过日子，恭喜你，恭喜你，祝福有情人皆连理，万行拢称心如意，新春好假期，恩爱过日子，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恁大家大赚钱，每日是笑眯眯。祝福小朋友好幼稚，会听话好教事，学业有进步，爸母拢疼惜你，恭喜你，恭喜你，祝福你健康有福气，长岁寿食百里，子孙满满是，开怀地笑眯眯，恭喜你。Yeah!
咱有听到炮声，啊，嘛有听到吼祝福的，这四句人呐吼，这是吼，没想呢，特别吹出来吼，啊，好咱呢吼，啊，无论是大细人囡仔拢甲咱讲噶吼，拢就知啊，就知啊吼，啊，大细人囡仔拢甲咱讲噶，焦掉啊，焦掉啊呢吼。郑彩凤师姐讲，梅香师姐啊，你真会切，伊来去做现场的哦，一样的吼。我珍惜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今日你讲回娘家无时间好听，咱都 YouTube 听，还是讲都网络听，拢同款啦吼。一旦听现场的，吼嘛无要紧，梅香拢祝福大家，大孙细孙拢回来吼，讲笑眯眯啦吼。我哋当做生意，得到好机会，达到好时机啦。今年吼，啊过来就是。每一年拢互恁大赚钱。回娘家有典故哦，不是没有典故。为什么咱初二来回娘家？讲较简单的讲吼，有爸有母，有老爸老母讲初二兼初三啦吼。啊，若无老爸甲无老母讲看人气，佮头大大啦吼。啊，这就是咧讲老爸甲老母，就是咧贪苦啦，苦咱这囡仔。不管咱伫美国啦，伫倒位啊，过年拢爱当来团圆啦，来围炉啦吼，围炉。那么呢，过年咱就看到讲，哇，这什么人的囝才出头哦，这尼啊有成就啦吼，开工厂开公司，哦，你看面露的晒到这大台，大家拢在看迄大鼎吼，什么人的囝婿有当来，什么人的后生新妇有当来无，大家拢在看鼎遐车，有寸进无寸进啦，拢无要紧。咱的囡仔若知好友好父母啦吼，大家小好吼，大好人大好人过年啦吼，啊，咱讲小好小好过年温馨啦吼，大家就是温暖一颗心，把我们的娘家吼，就是咱讲后头厝啦吼，有的后头厝好当就好呀吼，所以讲吼，有老有爸有母找二三，无爸无母头大大吼。有兄有弟切三四哦，无兄无弟就看人气啦吼。所以今麦你若讲干那要生一个吼，哦，我觉得太孤单了吼。我感觉我生三个后生，三个新妇，六个孙啦吼。我就感觉安尼嘛无讲介闹热的吼。啊，所以讲吼，爱加油加减啊生啦。人今麦政府咧补助，咱就加减啊生吼。哪生，咱该哪大趴尾啦吼。你讲是不是呢？因为无呢，咱若生一个后生，哇，那煞无早囝，我当然回娘家呢吼。人新妇要带带当然吼，啊，所以讲咱若敢生一个孤丁独子，孤居无炭烧，哇，真正是，还能讲敢那超超稀稀吼，超稀微啊，超稀微的啦吼，无够了解。啊，咱若大孙细孙拢回来时阵哦，一个叫阿公，一个叫阿妈，啊，若有呾讲讲叫阿祖，哦，也佫较好命呢，然后，所以咱讲，没想嘛，希望讲吼，大家拢会当安尼吼，西瓜鸡西瓜安尼吼，啊，像咱中大元帅咧讲，讲即卖少年人都一尊神西做安怎嘛，唔知，因为即卖大家拢咧拜王路的吼，佮咧拜三基四基的吼，一挂神甚物神拢唔知啦，吼，什么都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你讲上介简单的太岁阿公，伊嘛唔知，为虾米？因为认知的三 G、四 G 里面的电玩呐，吼，剩下拢总唔捌啦。啊，所以讲，囡仔你若无教吼，甲咱这代啦吼，咱的囝若无教，叫伊家乡拜公祖，嗯，嘛未晓；啊，要安那传，嗯，嘛未晓；烧令嘛未晓，啥物拢总未晓。咱卖讲道家八节啦，吼。连咱家己的公妈都无在咧瞧，我免那去过这个道家八阵，所以咱爱教哪教，所以咱无念的八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绝对袂使放。咱这活动呢，吼各种这吼少年囡啊吼，找回一点点啊那文化，典故这文化爱教好一挂少年人，佮继续来传承然后。你怎么讲到每年的农历初二就是回娘家的日子啦吼？那么初二回娘家的由来呢？传说啦，较早有一个查某囡仔，无顾老爸老母的反对，去嫁予一个善良人，足善善甲特别好。人讲我较早的人拢安尼讲啦吼。后来呢，因老爸去世了后，因老母呢吼忍袂掉思念查某囝呢吼，那就甲这个囝婿，吼甲查某囝呢吼，甲带转来。带回来请人吃一顿啊！
团聚团聚啦，本来是因为母亲的思念啦，唔知那我不知不觉的团圆呢，好、哦、来结合，好、哦、都、就是在上，把这个团圆呢，把它当作好、哦、结合为一啦，像刚才王宝钏啦。王宝钏干老爸三级将啊，三级长对不？王宝钏干老爸安尼，砰砰砰，七等白家关系，为什么？王宝钏要叫赵平贵，赵平贵就散啊，吼、哦，还做去家出身呢。啊，你一个相夫的千金要嫁一个，因为抛绣球去抛到迄个乞家，吼、哦，啊，所以讲无法度呢，嘛是嫁啊。伊讲，既然这是天意给我安排的呢，那么呢，嫁乞家。所以高早人定讲一句话，讲嫁嫁对嫁杯，嫁狗对狗灶，嫁罗汉派家之道啦。我讲嫁咱的乞家嘛，就爱派家之道。王宝钏有安尼做无？有啊。所以跟老爸三局长了后呢，啊，就安尼离开。所以王宝钏呢，苦受寒窑十八年哦。十八年的时阵，等下好，等下咱的吼。兵贵啊吼，啊去兵荒幽攻呢吼，结果去娶一个大正公主吼、哦。啊，但是呢，这王宝钏呢，食这猪母娘啊都无代志呢，食猪母娘啊无代志啊，食十七八年的猪母娘啊无代志呢。结果呢，哦，这个哦，这个翁呢做西凉王了，啊，佫倒转来中原，佫做王，做两条王呢。这王宝钏呢，入去当时是做皇后啊嘛吼，入去做皇后，你就知讲。一顿拢要十八碗，一个人食十八碗，免得食会起啊！本来食猪母娘啊，拢无代志，身体健康健康啊！我一个去入去皇宫内阁，食一个好，冻无几年呢，啊就出代志啊！吼，所以咱人吼也是看猪肉啊，猛食咸猪猛食吼。因为呢，你看王宝钏食咸猪肉啊，食猪母娘啊，身体健康阿妈咧艰苦病痛哦，结果入去个皇宫咧有太医啦。吼、哦，这个医啊，冇遮济人这个伺候就对了，唔捌好命过咧，无几年咧，这个朋友做无几年，肉体就下步啊吼、哦。所以咱人吼、哦，生活还是要平均一点呐吼，卖讲连咪都安尼拢无油无车啦，啊连咪都大吃大啉啦吼。像咱即马过年吼、哦，啊遮济一个吼，唔通大吃大啉，尤其是吼、哦、啊，咱讲烘的啦、煎的肉吼，尽量食较少咧吼。安尼吼，咱身体才会健康。啊，那讲回娘家，讲到王宝钏去啦吼，佮佮扭倒转来吼。咱讲，这个老爸反对这个查某囝，佮豁出去了后呢，吼，啊，都无来往啊嘛吼。这老母思念查某囝，但是呢，佮袂当去违背了这个因老爷的意思，因这老爸意思，所以就等着等着等，等到这个老爸肉体下步了后呢，无老翁吼，通我管的时阵呢，因老母就赶赶紧紧的去甲因查某囝讲，你初二啦，趁初二等下后头厝，啊，煮一顿啊青草来请你，请囝婿个兼请孙，是安尼意思。啊，所以咱有样判样，无样家己想啦吼。所以传说讲，查某囝伫正月初一归零，会让咱娘家变散，所以人讲正月初一二到三十暝，无咧请查某囝，无咧请囝婿吼。正月初一也无咧请囝婿吼，所以咱到初二才会使回娘家，称为叫做做客。查某囝呢，娶这个囝婿回娘家的日子，因为囝婿呢难得回到娘家，台语称为叫做稀巧之客，所以初二叫做卡。这歌词由来啦，初二回娘家就是古早对这个女权的保障啦吼，让嫁出去的女儿呢回娘家与亲人团聚，因为上世得珠有初二归零啦，好，所以有足济人吼兴高采烈吼啊，哦，会当安尼等来厝的安尼吼，啊，会当甲公妈拜一个，好，感恩一个，啊，所以人讲吼。互相啦，道个平安，包一个红包祝福一个安尼。过来就是讲吼，啊去到处过庙宇去拜拜，感谢上苍庇佑啦吼，并且呢虔诚啦，吼虔诚来行村啦吼。初二回娘家的习俗非常温馨啦，也可以说是古代最低限度的保障女权的习惯，保障咱的女权。因为安怎讲，安怎查某囝。第一人也袂当当个分财产，即卖会使啊呢？较早个查某囝无权利要分财产，查某囝若要嫁出门，人就去兼甲你泼水，叫做水泼落地，吼、哦，别人个啊吼。所以讲，中年操劳家事的妇女呢，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呢，才有迄个机会通做客啦，哦，记得啦，娘家，
好、哦，而现在的人只知道出嫁的女儿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却不知道旧时候的娘家的父兄祖族啦。父兄祖弟必须在大年初一去请已出嫁的女儿，娶阿哥啦，娶阿哥回来过年啦。啊，打一下电话吼、哦，甲阿哥讲啦，阿哥初二吼爱回来过年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就讲爱去吼、哦、阿哥遐拜年啦。好、哦、有阿哥的吼，爱、哦、去拜年，好、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也无，咱也讲有生娘都爱有生风啦，咱讲生男生女甲，吼、哦，生男嘛得爱生女甲，较早阮老母定安尼讲啊，讲生男嘛无生女甲，到尾两脚拢拢做一脚，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我着食老，那是爱查某囝啦，查某囝，吼、哦、吼，安、哦、尼意思就是。吼、哦，咱定安尼讲，讲生男嘛，着爱生女个，这边两脚拢拢做一脚，这是阮老母呢，吼、哦，较早定安尼讲的吼。伊食到97岁啊，吼、哦，伊嘛是同款来做挂念呢，吼、哦，你讲这古早的习俗啦，伊定定嘛伫遐做挂念、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定讲老大人，老大人的礼节啦，吼、哦，最主要呢，吼、哦，伊嘛是安怎，伊嘛是呢，吼、哦，会乎咱安怎？会予咱嘞吼，啊一个笑脸呐吼，予咱一个笑脸安尼。来，啊咱讲祈求新的一年呐吼，啊咱会当财富双收呢，平安顺利，吉祥如意。参拜五路财神，金蟾书公呐，望一个九财丁呐吼，咱讲财气旺呐，财水搁较旺呐。愿向礼金钱到家，五路招财水。吼、哦，啊咱来来到。初天必先讲会记哩哦，你若有烫卡吼，啊就是讲去啊咱的这个。吼、哦，七彩桥烫脚了后，金蟾书遐有财水有人请吼、哦，啊叫做五路招财。吼、哦，咱的金蟾书讲呀，去甲试一个运气啦，投这个什么，投咱的钱币，无咱1块的、5块的、10块的、50块的拢会使甲落。中央有一个元宝，咱甲欠看的欠一个多入去内底无？吼、哦，啊去试一下运气啦吼，因、哦、呢？在这样的祝福大家啦吼，让我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吼，有新的愿望啦吼。那么呢，不只是吼感恩啦吼，那呢师兄师姐对咱的节目支持甲爱护，阿妈希望讲啊，咱的道亲好朋友啦，啊，咱若是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圣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591645。这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吼，咱两当家利用感恩。来，咱今麦要来听一段，唱一段圣歌啦吼，邀请咱的朋友做来分享。苦海长作渡人舟。
上，那么亲近大海救扶桑，那么普阔亮丽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阿弥陀如今晚呢，所收听一段南无观世音菩萨啦吼。咱伫慈天必生宫呢，迎新年开新正啦吼。啊，咱有个人呢也无啥了解，讲啊，咱的立春啦吼，啊，这太岁是啥物时阵吼？啊，咱讲新旧太岁，吼，新旧的太岁，啥物时阵来交啦吼？来交这个新旧的太岁。那么去年的太岁甲今年的太岁是啥物日子来相交啦吼？就是讲哦，啊，咱讲无顺年的太岁吼，咱就等于讲是已经圆满了嘛吼。太岁星君，第二太岁星君，伊圆满，伊应该爱做职责啊。那么呢，咱就爱请这个己亥年的这个新的太岁来交班啊，然后啊，咱今麦来讲一个，咱互咱顺下这较了解立春甲这个太岁交班啊吼。立春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又名叫做岁首，立春节啦，正月节。所以，2019年的立春的时间呢，在咱这个国历是2月4，吼、哦，咱讲2月7日11:14了吼、哦。啊，咱讲2月4日，咱农历呢是2018年，就是咱讲12月，吼、哦，12月30一天。那12月30一天呢？哦，咱就是开灯哦，过来就是啊，咱的太岁就是交班呐。好、哦，咱的按这个太岁啊，咱这个太岁来交班啊，咱的无顺年的太岁跟咱的己亥年的太岁来交班，就是咱这12月30日呐，好、哦，12月30日，好、哦，咱就上灯嘛，好、哦，开就要升灯，就要升灯了吼。啊，咱点这个就要升灯，然后呢吼，伫、哦、咱这个吼。哦啊，来这个太岁星君呢吼，啊，咱无顺年的太岁星君复位啦，己亥年的太岁星君来接班啦吼，哦，这是咱照咱这个啥，吼、哦，咱这纯道教的科仪来做的工课，所以立春是依据了这个黄道来推算出来，当这个北斗七星的刀柄指向阴时啊，为立春的节点，就是太阳到达了黄经315。哦、315度的时阵，吼、哦，咱定那个3150，吼、哦，迄个时阵呢，吼、哦，春天呢，吼、哦，阳气生发，万物苏醒啦。立就是咧讲开始的意思，所以咱讲立春，立春就是立，就是开始的意思。春就是代表着啥？代表着开始温暖。那么呢，啊，咱的万物呢，草木、吼、哦、花、吼、哦、豆豆会安怎？已经吼、哦，冬眠的拢开始苏醒啊，开始来发青啊嘛吼、哦，叫做成长。那么呢，也就是咱无顺年太岁甲己亥年太岁交接，所以咱来向分享祝祷啦，祈求太岁吼、哦、年来这个庇佑啦吼、哦。啊，咱昨天毕生讲有照这个吼、哦，咱讲照咱古早这个科典安尼在行，吼、哦、照安尼在行吼、哦。那么立春呢，这个无顺年太岁星君呢？强武大将军呢，以这个己亥年下太大将军来交班。那么下太大将军呢，正式上任呢。那么己亥年呢，犯太岁生肖呢，有肖猪的、肖牛的、肖狗、肖虎的。吼、哦，咱讲吼，咱爱去了解啦吼，这都是有对冲甲偏冲啦吼，对冲甲偏冲。吼、哦，啊，咱去了解己亥年太岁呢。吼、哦，咱讲降生于临近，吼、哦，咱今麦咧讲这个己亥年的太岁是啥物人呢？吼、哦，那己亥年的太岁呢？吼、哦，伊是呢，吼、
在咱这个，咱讲新君呐吼，下太吼六十余金四百两，吼，就即马在讲也过去啦吼。伊这个名叫伊姓下叫做太，这个下太呢，伫罗伊呢吼，捡到四百两的黄金呐，吼，立于座山中呢，不得其人呐。跪地牛上呢，明日再往，也就是讲吼，伊本身共捡到钱啦，吼，但是呢，伊呢为着要行这个人，吼，看啥物人判决呢？伊呢，吼，人讲衫裤济呢，吼，衫裤穿呢，摸遐钱呢，伫个山中呢，一直等，伫等看讲有人判决这四百两，会阁倒转来找无？啊，结果呢，等规暝拢无人倒转，因明仔载依然同款。又完同款，搁再呢四百两毛嘞，同款搁去迄个吼人判见钱的所在呢，搁再呢伫遐等就对啦。等足济工啊，不得其人嘛，规地牛上，就是讲暂时甲吊伫牛的顶悬，搁甲顾嘞就对。那么明日再往呢，但是都有一个吼，有一个骑马哦，奔河而来啦，吼、哦，是咧讲到啥，还是讲哦，这个人呢？来到遐，伊有判见钱嘛？判见四百两。伫迄个所在大声在哭呢，伊看到有人在哭呢，啊，伊就出来，伊就甲伊讲，伊讲吼，啊，你是毋是判见遮个钱？所以你真伤心。哦，这个原来呢吼，是咱这个下太太岁去捡到这四百两。伫迄个所在守规暝呢，无人来讨。隔顿工同款过去，关死死呢，伊嘛同款伫遐等。你看到吼，一个吼，人讲奴才啦，吼为着主人的官司啦吼，啊去吼人讲当财产卖财产呢，所得到这钱呢，吼赶赶紧紧要替这个主人呢，吼啊来安怎来解决这个吼官司啦，啊所以讲这个钱呢，因为骑马骑到伤紧，四百两才叫落个涂卡呢，去到迄个所在我才找无四百两，结果一个挖倒转来呢，好家财呢，这个下太未贪心啦。吼、哦，搁伫遐等呢，等规暝，搁隔天讲搁伫遐等，等到这个失去钱的人呢，看到因冤金奉还呐，啊，迄、那个人甲讲要摕一寡甲答谢，伊嘛无爱，所以讲这个下台大将军呢，吼、哦，伊呢是因为忠勇啊，所以讲吼、哦、做人无贪呐，伊才会当归入了这个六十家之神之一啦，吼、哦，六十家之神之一，所以咱己亥年的太岁下台太岁，不但人忠呐。好，搁再讲，人讲捡钱搁行人，吼、哦，啊，搁无贪心，啊，搁再搁无接受人馈赠，无接受人安怎，无接受人家答谢就对啦。所以有迄资格呢，属伫这六十家子内底，六十尊内底，其中的一尊就是己亥年的第二太岁。所以咱也知影讲这太岁的由来哦，咱的己亥年的太岁，原来伊就是安尼哦。哦啊、所以说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学他啦，有这个太岁中用，有这个太岁无贪、哦、所以呢，今天才能在这里集中到己亥年、哦、来做我们的太岁，第二太岁神君、哦啊、所以我们说一般人呢、哦、如果是说第二太岁，我们都知道说、哦、我们称为叫做反太岁，相对叫做反太岁、哦、年纪如果冲、哦啊、所以说我们说太岁里面说太岁当头坐啦，无喜穷有厄，按照传统来讲，太岁当头有灾祸，但是行冲破害，吼贵推磨，流连若凡，风忌神呐、啊，风忌神，头破血流难相撇啦。因此，无论是多一种，吼多一年呐、啊，吼咱伫个事事无顺的时阵吼，咱有一挂困厄的时阵，身体有一挂变故的时阵呢，啊，咱爱安怎拜这个太岁神君呐、啊，吼啊，徛这个太岁以保平安呐、啊。啊，六十甲子各有岁神轮值啦，所以讲当年轮值的岁神称为第二太岁。啊，咱今年第二太岁叫做下太大将军啦吼。啊，讲到伊的历史背景啊吼，做着好事，今日伊才会当做太岁吼。所以咱知影讲咱第二太岁吼，咱也找出咱家己六十吼六十甲子所属的名称，便会当找出咱家己的第二太岁，就讲辛卯年的太岁，啊，像我辛卯年生。好、哦，这辛卯年的太岁就是我的本命太岁，所以叫做反太岁。好、哦，这人讲冲分为年冲、对冲。好、哦、啊，所以讲咱只要生肖来得去对照，就会知影。
啊，所以讲咱的对冲一个指这个生肖加上六年对冲叫做六冲，啊，这个子午冲就是咧讲透未冲呢，吼、哦，寅申冲就是咧讲到这个吼，啊，咱的差三岁偏冲啦吼，吼、哦、差三岁，所以讲咱也是讲犯太岁咧，咱就去庙里拜太岁啦吼，诸事顺吉，吼、哦、安太岁就可以啦吼。哦啊、所以咱家己呢，出生流年呢，所属生肖差三年呢，便是叫做刑克。伫这流年太岁偏冲内底，叫太岁当头坐啦，一元同款。吼、哦，咱讲受狗的也好啦，吼、哦，受牛的也好啦，吼、哦，这拢是吼、哦、有对冲啊，冇偏冲啦吼。啊，咱知影咱都尽量敬太岁，咱讲太岁，吼、哦，咱未使讲吼，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啦。所以生肖受牛的，吼、哦，咱讲冲太岁呢。从太岁还太岁、哦、比较呢咱要去了解啦、哦、咱说对冲咱就不今年呢、啊、咱说有的人、哦、就说虚数啦、哦啊、对冲太岁人就不爱娶啦、哦、要说、哦、生肖呢、哦、咱若是有烧冲的最好咱是该怎样咱说敬太岁、哦、过来就是奉安太岁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说把、哦、咱的太岁神的感恩啦、哦、咱若是有去冲完掉咱就给送供供用安尼就好啊，吼！所以讲太岁是我们要尊重的啦，吼！每一尊，咱讲有六十尊的太岁，伊的历史背景绝对是拢做好事啦。所以咱人做好事，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绝对就好报。所以咱的下台太岁呢，共扣钱啦，吼！无因为别人急，吼，咱共遐钱共乌去啦，吼！啊，所以讲救急，然后呢，吼，吼会当互伊做这个。大智新君呢，真正是无简单呐、啊，人的德行呐、啊、吼，好好歹歹拢要有德性啊，你讲是不是呢？庐山恋啊，恋终生，三里就有一梦中，穷极限修天下有，人间生尽仙人懂。仙人不懂天地成，不知飞燕向远空。旅途在此成仙道，滴滴泉点尽苍生。锦绣不断看青松，云海无他仙彩虹。一世却听无故于沉重，前锋爱人到远平，高君殿内送真经，红尘世界多喧闹，为此这两夜清静。飞燕向远空，旅途在此成仙道，滴滴泉点尽苍生。来，咱今日来说收听吼，啊，咱的道亲啦吼，咱听歌好啦吼，啊，听歌嘛是顶一种啥，哦，是一种享受啦，嘛是一种享受啦吼。啊，有的人讲我无歌词，唔知内底咧唱啥啊，这个我也不了解啦吼。叫做庐山仙人吕洞宾啦吼，这是吕洞宾哦。啊，咱就听一段就好安尼。啊，咱咧道亲啦吼，咱若是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莲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回娘家的女儿最幸福啦吼。那么呢吼，有娘家好，回去当然嘛幸福啦吼。过来就是啥，没啥要讲的吼，就是讲啊，咱吼进一个哦，简单的广告啦吼。何丽美
好你水的这租你唔通无干呢。咱老回娘家回来吼，干一套，咱老母也抹一个吼，尿痕会较少啦吼。抹一吼，抹一套，咱家己了，咱家己吼，面会较光啦吼，会较光较亮。啊，今年荷丽美有特别吼加送，咱一组共款3990，但是呢，啊，共款氨基酸洗脸啦，吼，啊加咱的这个吼，啊，咱的蜂蜜，吼，咱的锁链。吼、哦，咱锁链水这种用喷的吼，加方便。啊，咱来搞这激活乳液，就是吼麒麟藻所萃取的。啊，过来就是滴滴霜，就是咱来防紫外线的拍，才没有汗，才没有斑呐、啊、吼、哦，比较不会吼、哦，而且吼、哦、不会受到吼咱的紫外线的哦，咱的这个面的去伤害掉。啊，佮加上的吼，咱的头毛然后洗了佮得光滑吼、哦，乌黑然后，哎、哦欸，上一罐茶树精油，哎，这种。洗头毛精哦，啊，恁无加钱哦，不加价又加一样，吼、哦，就是咱的这个啥啊，咱的茶树精油，加一罐给咱洗面，吼、哦，唔是加一罐给咱洗面啦，加一罐给咱洗头脏，给咱乌溜溜的头发保护一下吼、哦，咱卖讲定来去安尼啊，去啊做去染头毛来去创啥啦吼。都足侪人问我，每上次只你有咧染头毛无？我都无咧时间，我嘛无时间去变水诶，去染头毛啦吼。反正吼，伊若甲挑染，挑染就是讲一半几啊白，一半几啊白，我拢甲当作挑染，那没关系啦，就让它自然啦。吼，啊，咱若洗一个较好洗发精咧吼，总是呢较袂有头皮啦嘛，较袂痒。茶树精油，我有洗了，吼，现在是第二罐啦吼。第一罐我洗完，第二罐。啊、真的很不错，头皮很舒服啦齁。所以呢起码是不加价，而且又给一罐齁、哦、咱的这个啥茶树精油洗发精齁、哦、而且好康的齁、哦。所以跟咱讲一套荷丽美化妆品 3990, 给一罐茶树精油。咱这是有限的啦齁、哦、不是无限的齁、哦啊。所以讲咱哪来齁、哦。特别甲工作人员讲一下，赶一套啊，等于友好咱的老母，赶一套啊，等于顾咱的面子一下吼，真正袂歹，荷丽美化妆品，赞的然后，咱做一个强调的介绍然后。过来就是吼，咱讲金盖绿蜂胶牙膏了吼，也是咱的蜂蜜牙膏，吼，咱金盖绿蜂胶牙膏真的好用。啊，咱这个香品然后，大家来等啊，拢也要去吼结缘嘛，啊，给咱这个吼蜂。啊，咱的展示处遐，吼、哦，啊，咱今年闹登诶，咱有请香款啦，请香创啥？你甲咱服务人员讲，你要送啥？要送通天香，就预测一号咱点到15，吼、哦，咱的香呢吼，迄、哦、种啊较特殊啦，甲人无同款，吼、哦，咱初一吼点到元宵啦，啊，咱拜天公啦，吼，拜三界公啦，吼、哦，啊是要敬大神啦，啊，咱要拜拜，啊是要拜咱的上元天官赐福，你拢会使安怎，互咱送这个。吼、哦，通天香啦吼，给大家等一点平安啦吼。以上这是广告啦。啊，你若要结缘吼，咱再直接卡电话啦吼，5916-045，5916-045。
就另类，然后因为用这发达歌，阿咧颂唱九天玄女、九天母娘吼，神威灵感嘛咧吼。因为我这古早人吼，我就爱听这呢，我听这感觉精神真好安尼吼。咱咧统一世界吼，嘛是足济人啦吼。啊，咱咧这个开运茶叶蛋多两大锅，大鼎、加大鼎吼，两鼎全部。哦，会使讲，咱的乡客吼，啊，小朋友呢很喜欢慈天必胜宫的茶叶蛋呢吼。我拄到吼，阮一个师兄后生吼，一次哦吃十颗，我讲哈，你吃个十粒哦。你讲吼欲罢不能呢，师姑，我就是喜欢吃呢，一个人吃十颗哦。啊，所以讲吼，啊，咱个开运茶叶蛋去腐存清然后。吃无要紧，但是袂使吃，吃到安怎去伤到身体就唔好啦吼。最近啦吼，都有一些通道，啊，恁嘛感恩啦，恁在梅山吼，梅山水底了吼，啊，拢咧种种啥？啊，净莲母啊，吼，净莲母，咱晴天宫的，吼、哦，咱的供主啦，吼，甲主持，甲咱的师姐啊，吼，啊，当然慈天必胜宫结缘，伊讲我咧听梅香师姐的节目呢，啊，梅香师姐你还佫有，还佫有一挂故事无讲完，迄边今咱来开心，开心正过，咱再来讲啦，吼，讲这個，梅香去接这个缘啦，吼，啊是安怎吼，咱有一挂开讲的这吼过程，最主要是要予咱的啥？吼、哦，咱讲后壁，吼、哦，有接到啥？有接到咱讲有天命的人，啊，伊就生性爱做机，爱来做这个开工，还是讲爱来做事的工课，人会较甘愿呐，吼、哦，会较甘愿。为什么？咱人若甘愿能力吼，上天会助力啦。为什么？因为咱咧做这圣事的吼、哦，你卖讲哦，啊，你太会遮熬吼，唔是熬啦，吼、哦，我嘛甲我那孙仔讲啊，袂当说这你食个六七十岁啊你。暗时遐暗困啊，早时遐早起来啊，你同款爱做遮济工课，我你是身躯斗电池个啊，我心中有斗电池着啊，唔是心中斗电池咧用啦，是咱人爱欢喜做，甘愿受啦，我能力甘愿，能量都用不完啦。为什么？因为甘愿呀，你既然你都天资共你啊，天命都做着啊，工课就是爱共做啊，圆满啦。这个年岁无什么关系啦吼，这是跟咱人诶本身的能量有关系。咱人要不要放了烂，放了贪，对不？啊，你要赶快烂啊贪啊，不管是嘛，坐了就度孤起来随行呐。啊，咱那是一个真正，咱要那去充电，能量从哪里来？就是在你的正思维来对。咱对这样代志是一种很热情，而且呢，咱今日呢所念到这个工课，是咱这世人对不来。吼、哦，要来完过诶，咱希望诶，就是讲下当安话，甲做尽量，咱无得做甲尽善尽美，上无嘛爱做甲圆满。吼、哦、啊，所以讲，咱一寡孙仔叔仔呢，点嘛讲，阿弥陀佛，你去休困一下啦。吼、哦，我甲你讲啊，吼、哦，恁伫外口咧伫坐，啊，我叫我入去内底休困，我安怎倒我倒未掉啦。你讲话我真正足忝诶，我嘛倒未掉。为虾米？因为众生倒来到慈天必胜宫，大家都有。共同的愿力，共同的心愿，你们那么原来就是要来护持慈天必胜宫。恁多位啊，这么远，踏车安尼踏踏踏踏来到家，对不？恁嘛足忝的啊，不是干那我忝。大家都是为了慈天必胜宫这五义啦，为着要来护持慈天必胜宫。就跟那张师兄讲，上无我嘛爱等下倒一下老者嘞，好、哦，恁王师兄啊。哦，王师兄讲，上无我嘛爱等下倒一下老个套错个人数，啊错个人数，好咱母娘只做老者嘞，做老者嘞，都是爱靠人啊。伊讲这个人的气呢，吼、哦，就是真需要，所以讲无论安怎，我大孙细孙拢要甲带来。好、哦、像咱啊，咱的周福来师兄啊，哦，规家啊大孙细孙种种来，我讲拢来拢来拢来拢种来，为什么？伊讲上无啦，吼、哦，咱等下只都是咧。甲咱来站一下香烟啦，甲咱母娘来拜一下礼啦，吼、哦！我们回来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慈天必胜宫香火更鼎盛啦，吼、
啊，所以咱宜林的吼，咱的师姐啦吼，啊，咱台中的啦，好啦，台北的啦吼，啊，甚至于从台北，吼，从宜兰下来的，啊，咱的师兄师姐从高雄上来的，咱的师兄师姐，每项都非常感恩呐、啊。哦，咱讲搭车，伊嘛欢喜啊！伊讲，阮都要等下无牛车，所以搭车嘛无要紧。住新店的啦，住龙潭的啦，哦，他们都非常欢喜心啊。所以讲，每天还是用感恩的心来感恩呐、啊，哈、哦，感恩的呢，师兄师姐为着诸天必成功这五字保护啦，哈、哦，哦，要让我们的母娘呢很有面子，哦，让我们的母娘呢香火非常鼎盛，让我们的母娘呢。好、哦、啊，我们因为爱母娘，母娘，我们非常尊敬的母娘，还有天上圣母的神威显赫，哦，神威显赫，所以呢，咱搭车，好、哦，沿路都是用欢喜心来，我们回来跟母娘拜个年呐、啊。所以，我们用同样的心呐、啊，哈、哦，来，和咱慈天必胜公，哦，咱的母娘，啊，咱的道祖。咱的信庙，咱的菩萨，吼、哦，大家呢用这份心呐、啊，啊，讲幸福会旺，吼、哦，看到这样子信众，俺母娘嘛真欢喜，大家回来，大孙细孙安尼回来，啊、哦，拢是啥，受到母娘的庇佑啦，受到母娘的这个啥，啊、哦，这个神啊，咱讲母娘的爱的这个光啦、啊，吼、哦，母娘的光，吼、哦。重造的每一个家庭呢，让每一个家庭呢，一旦吼继续的把道传扬下去了吼，一旦在这个孝道来底面去发扬光大，母娘爱大家啦，啊大家嘛爱母娘啦。母娘嘛爱囝，啊，这灵的囝嘛爱母娘啦吼。那么感恩吼，啊，咱的适当的吼，啊，加咱的哦，咱的啊，丽玉师姐啦，美玲师姐啦吼，哦，足济足济孙兄孙姐啦吼，啊，等下吼，咱讲正月正来交落苦，保大运啦吼。祝你们呢一路长虹哦，开工厂也好，做生意也好，做事业也好，打哪当。啊，咱讲八路进财，事业相通，然后道光精进，法喜充满安尼。心肝都听到这，其实咱的母娘的灵啊，囝足有进步的啦，有做医生的，吼，毛做法官的，毛做长的、长的、长的吼，啊，毛伫咱境界咧服务的啦吼，啊，像咱的师兄咧吼，啊，张师兄啊吼，安尼哦，伫境界咧服务，哦，啊，伊嘛是安尼，哦，会使讲啦，只要有转的啦吼，伫桃园服务，哦，啊，伫境界咧服务呢，只要伊有休假，伊就会转的。啊，此人必成功了吼、啊，所以讲吼，啊，咱母娘呢，诶，这灵啊囝呢吼，啊，各家所有这有后辈了吼，
有真济真寸进啦吼，啊嘛真济呢吼，啊拢得为国家效劳诶，啊所以讲母娘的这个根啦吼，啊一旦讲普及一切啦吼，希望咱的子孙拢会做米啦，希望咱的子孙拢有寸进，希望讲咱的道呢会兴盛啦，你讲是不是呢？人说道教道教道家是种什么种修炼道教修炼是一种博大精深独立的体系所以我们常在说在我们这个有在练功的人无论修到一个窍我们都说呼吸活动指这个修窍呼吸牵连这个丹田呐，伊嘛是咧活动啦。虽然是三种无同款的练功法，但是伊嘛是相依相重、相互关联呐，袂当分开的。尤其是以丹田为中心，无论练多一种的功，都离不开它。所以讲，意修丹田就是气功中的主之华啦。气功练气功的主之华。啊，这个讲啊，就苏姐讲，哦，没想苏姐咱。连续休三礼拜无强修哦，骨头拢生水啊了哦。人讲三日无流，爬上树呢，真正有影呢哦。啊是爱较紧开课，啊，佫较紧来开课来强修啦吼、哦。那当然很好啦吼、哦。所以咱讲吼，足迹吼，咱讲的炼丹啊，是讲练气功啦，需要先打好基础，俗称百日足迹啦，是修补人生遗漏，吼、哦、修补。现在讲咱要百日。百日的毒气，伊要修补咱人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体呢，这个精气神要给充盈呐。好、哦，咱这有法度安怎？会当修习这个内功，主要有三种的功法。所以就讲，意达丹田了后，不是以意引气哟、哦，哦，由丹田向内外呼吸啦，而是以丹田为中心，用意用咱的意去引这个气上下来呼吸。上下来移动啦、啊，肚脐不动哦。不管是口鼻呼吸啦、啊，还是上不够心口啦、啊，下不够肾啦，即这个腹下高骨处，就是咱讲到这个曲骨穴啦、啊，吼曲骨穴。另外一个一种练法，当这个意达到丹田后呢，吼意已引起呼吸的时阵，对这个中丹田下达会音啦、啊，吼、哦、从中丹田下达会音。哦，来吸气的时阵，再由这个会阴提至中丹田呐、啊，这就是讲往返呼吸啦、啊，久坐久守，久坐久守，哦，修这个命门呐、啊。所以咱就讲意达命门后，用意的阴气以命门为中心呐、啊，上下移动就是呼吸，上下移动叫做呼吸，上下的长度总共不过三寸呐、啊。所以讲，咱呢修这个命门。好啊，修这个会阴呐，吼，就讲这是静修窍为任窍为主动，吼，一收一放，一收一放的动，单练静功的时阵呐，是，咱就照这个顺序啦，吼，先单练，吼，过来就是会阴，过来就是命门，因呢，咱自然就静坐一定要有一个啥，有处气啦，啊，你用安尼呢，一，哪能讲一百日啦，叫做百日足迹。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呢，有好的收成呢、啊，都有一个真好的修行呢、啊。你讲是不是呢？那今天日的节目呢，吼，已经嘛是来做个尾声吼。那没想来跟咱讲感恩啦吼。啊，今日初二回娘家，回母娘的娘家啦吼。啊，咱到这个要过几啊天的假期啦吼。一般时间款呢，咱做这个统一祭拜哦。哦，统一祭拜流连的统一祭拜，还是要做流连的保温。哦，咱等下呢吼，啊，咱讲，和咱的母娘梳一下头壳，吼、哦，啊，讲气五存清啦，烫一下壳，好运来，歹运去啦吼，和、哦、咱会当好运连连，金珠连成大运啦。咱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